十几岁了，小朋友。我们麒麟哥是好学生，人从不罚站，除非是我们俩上课偷偷谈恋爱。哎，香菜我香菜我就爱吃。哎，干嘛这么准啊？哎，故事讲完了吗？讲完了呀。多吓人。那摘吧。啊，我口罩没摘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表演完了。别生气啊，听话啊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当你不生气了。你好好亲，你不行，你不能这样，快点。哎，你这吃疼，亲你快点。嗯，二哥看得出来。没有，你跟我说说，又有什么事的？没事。有什么不开心的，跟哥说说。哎呀，没事，就是有点，哎，就是有点困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那你困，你跟哥一起睡觉。你松开我。嗯。不行。你松开我。不行。你说吧。你今天说我长得丑。哎呦，是哥不对，哎呦，哥不小心的。你像是故意的。哎，哥不是故意的，哎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的啊，说顺口了。那你跟我道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我不接受。哎呦。最好。先不是，趁年轻辛苦辛苦，等以后有自己房子就好了。是的，嗯，我们两个有自己的房子，我们两个就天天坐在里面。坐在里面？为什么不能躺着呢？躺着就干别的事情。哎，哎，拜拜。